中国人热诚而又坚强的信仰是非常崇高而且是天上的恩赐。香港第一位圣人圣福若瑟，一套复传音乐舞台剧，讲述香港第一位圣人圣福若瑟神父。内华传教，心系中国人。爱福传，香港第一位圣人圣福若瑟神父传音乐舞台剧，九月隆重公映，城市售票网八月四日公开发售。圣贤会呈现，张伟健声演，香港电影资料馆电影院隆重公映。公映日期九月四日日语字幕版，九月九日中国手语版，九月十六日口述影像版，九月二十五日德文字幕版，九月三十日韩文字幕版。真诚制作，万物错过。